捷克布拉格的景点，圣维特大教堂，来到捷克最大的教堂，想要一睹慕夏之窗，而捷克旅游必访的布拉格景点，来到这边我首推布拉格城堡区，而圣维特大教堂位于城堡内，也是城堡内我觉得本次旅游最值得参观的部分。从建筑本身及背后，其丰富历史来看，它都算是捷克最大且最重要的教堂。若你刚好又喜欢画家慕夏，那更没有不来朝圣的理由。